起步跳出嚟，最快開邊外檔，黑色冇創富全城啦，裏邊啲快黃色冇保護之友啊，粉藍冇嗰匹 M87 啦，咁啊開邊外檔咧就綠色冇嗰個江河神箭嚟嘅，內欄灰馬就係白龍區啦，後嗰少少白色冇嘅紅運當頭，一半路程前面最快裏邊白龍區啦，拍住創富全城中間 M87 三隻馬一齊鬥埋一嚿嘅，好啦，個終點啦，都係創富全城贏啊，跑第二名嘅 M87，第三名就灰馬嘅白龍區，第四名見到開邊外檔嘅江河神箭啦，後少少兩隻馬啦，咁啊就係黃色冇保護之友。拍住嗰只马白色帽红运当头嚟噶，好啦，见到前面两只马咧，粉蓝帽就系 N87 未命名嘅马，开边外档就黑色帽创富全城，绿色帽就江河神箭。咁啊，再嚟见到咧就灰马就红色帽嘅白龙驹啦，外档就系白色帽嘅红运当头。黄色帽睇埋啦，保护之友啊！